部落都会办一些趣味竞赛。那有一次呢，那个总统，你们可以换位置。总统就来部落，然后那个头目为了要欢迎总统，他就请那个台下的同胞一起欢迎总统马英九来，各位同胞，总统马英九，总统马英九，总统马英九。对，然后呢，因为原住民的发音不清楚，就会变成总统马英九，总统马英九，就叫总统去马英九，不好笑。不是啊，他们念太快了，他们是念太快，他的名字念太快了，不好笑吗？好笑，谢谢。马英九跟萧万长如果一起来的话，怎么样呢？萧万长、马英九、萧万长、马英九、校长、马英九、校长、马英九，好了吗？我觉得他们应该去学一下那个正音班吧，对，都会，要不然会跟我一样，发音不标准啊。是吗？好，我们冷静一下。请问你是哪一组？霹雳小组。不是，你是男子。男子四百公尺接力，是不是？四百公尺跟主赛跑。Oh
谢谢大家，今天表演到此结束。谢谢。也没有反应哦，好不好听？好听。因为我发现你们在四面八方坐了很久，然后大家都各自在，不管是在听笑话还是听我们唱歌，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来这边可以认识更多就是不同原住民的音乐，从红豪，然后到林岸，然后到阿里新岸，然后包括我自己，其实都会在对原住民的音乐创作或是说传唱都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所以不要只是看我们说啊开玩笑。而且我们今天的玩笑也是因为看到今天有操场，所以讲一连串的有点运动会的事情，也是运动而已，对，别让大家都很斯文的。对，我告诉你，我会打棒球，所以很高兴你们今天可以来，有小朋友啊，有年轻朋友，然后有帅哥美女们，都谢谢你们来哈。然后接下来我要唱我专辑里面的一首创作歌曲，叫做《那个猎人穿裙子》，很好笑嘛哈，这样就对了。就人家会说，哎，为什么猎人要穿裙子？娘娘腔吗？还是说他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想法？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原住民传统的服饰里面，他男生穿裙子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像卢凯族，他会有一个基本就是成年礼，然后小朋友从国中、高中是会有成年礼，然后成年礼就是你一定要像头目会拿那个咬人猫啊，就是草，然后打小朋友的脚，就是会很痒，会很痛，可是你不能去反抗。像那卑南族不是就是打屁股嘛？对，对，就是反正就是用比较体罚，用比较斯巴达的教育这样子。然后去让小朋友在这过程中，然后受到训练，然后被肯定，然后变成成人。可是在这之前，卢凯族男生都是穿短裤。然后当你被打过，然后被训练过，被就是有学长学弟制斯巴达教育带过之后，你才可以变成真正的青年。那真正的青年才可以穿裙子哦，才有资格。对，才有资格在青年团里面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你看我们的服饰，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就是每一个像卢凯族都会有一个，你看服饰你就可以看出他大概的年龄阶层，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所以我在专辑里面写那个猎人穿裙子，其实意思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是小朋友啊，不会再多么在崇拜嘻哈或是在崇拜欧美的什么明星什么的。其实慢慢现在部落小朋友不管做什么活动，或者他们在部落的凝聚力都很够，然后习惯已经开始慢慢习惯开始穿。自己传统服的裙子，然后不管是去哪，台东的什么马卡巴海啊表演，其实他们都很乐意从部落就开始穿这些服饰，然后搭上游览车什么的，都是国中高中生，都是很年轻的、哦，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慢慢的在我们所谓部落有年轻人的身上慢慢找到使命感，但这个使命感并不是那么文化的传承，那么正经那么严肃的，其实它慢慢可以是融入在。一般生活里面，所以我把这首歌放，像我那个唱片封面，我就弄一个穿裙子的年轻人，还 gay bye 的加那个内搭裤这样子，其实只是想要融合现在男生的那种比较流行的穿着，那没有太多的意义，那只是外表上面的好看而已。对，那如果方便的话，旁边有卖 CD。好，所以这首歌讲那么久。这首歌叫做《那个猎人穿裙子》。
妈爸比主那管理阿里买呢，多好的吉他拉音系，那在你比亚萨阿里一系，马格多阿兹勒，伊那萨瓦拉西阿巴拜拉格。简单的那个原住民的，这个应该是叫口头禅，艾莎，两个字，艾莎，艾莎，艾莎，你怎么一直这样看我呢？艾莎，这样学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讲原住民在聊天的时候，后面都会加一个语助词，就艾莎，就是阿修，你的帽子很好看哦，艾莎。红红的帽子不是很好看。艾莎，林啊，你喝水漂亮哎。艾莎，就是说不管看到谁啊，或者什么跟人家聊天，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件事情是多么美好，或是多么讨厌，或是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时候，就是艾莎，会吗？一起念艾莎，艾莎，也可以艾莎。我简单点就，爱，会不会？一起念嘛，爱莎，爱莎，那个楼上的朋友，爱莎，哎，没有人，会了吗？不好意思，我给你们那么大压力，因为今天人比较少了，然后你就承担，妈妈你又在我中间，妈妈，爱莎 ，OK 吗？
你看对啊，对嘛，要不要来这边坐？颁奖台的第一名好不好？第一名，他已经是第一名了哦，不要紧，已经定了。